阮是第五组，阮即摆要开始表演。丢铲的真趣味，丢啊劈叉，丢啊机，双手一连飞上天，亲像一只直升机。丢铲的实在是足好耍的呢。嘿，那有啥物好耍？正港的铲的唔正好耍。哈？你讲啥？铲的嘛会当耍，还是要安怎耍？无讲，你唔知。听你讲看嘛。阮迄班昨昏有一只铲的。袂来教室，啥物餐的袂来来教室？餐的无细字，去予前方教着，写落来啊！哎呦喂，哪会安尼？我着甲伊掠来做研究。啥货掠来做研究？微手，伊着豆豆啊，袂叮当啊，实在是真趣味，实在是真残忍。阿勇啊，你看。遐有一只动物，足古锥呢。伊甲，毋知伊是啥物动物，无想碰瓷嘛，毋是狗仔。管他伊是啥物碗糕，快来甲伊创治。皮卡。奈安尼伊会疼。皮卡。毋通安尼伊会受伤啦。我是人，伊只不过是真生，本底就是爱互我耍。我来甲你笑笑，皮卡。我来甲你皮卡。喂，你敢会晓扭脚床花？皮卡。无你表演一个啊白鸟，互我看。皮卡。好，有够浪的，啥物拢袂晓。我生气啊！恁是拢无咧看电视许？嘿啊！其实我是一只超厉害的神奇宝贝。啥物神奇宝贝？即摆话我来甲你认字啊，皮卡丘！表演到这结束，多谢大家。